相恋多年的黄晓明和 Angelababy 日前秘密飞到夏威夷度假兼预祝情人节，同行还有 Angela 未来公公婆婆，可谓一家亲。难怪有网民留言指未来儿媳见公婆，猜测二人好事近。有报道指 Angelababy 和黄晓明这次夏威夷之旅是秘密入册，黄晓明经纪人对此事做出否认。但日前 Angelababy 大晒飞机睡觉照，照片中其胸部高高隆起，像是再度发育，但 Baby 却是一脸倦容，并写道 Next stop is London。 虽然黄晓明已否认传闻，不过 Baby 却被网友发现右手无名指的戒指，引起网友热话。其实二人拍拖早也是公开秘密，大批网友趁机催二人早日结婚，更有不少人留言祝福二人新婚愉快，令结婚传闻再次甚嚣尘上。而 Baby 经理人回忆晒婚戒一事，看图素文不会理会，否认二人结婚传闻。